你快点走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回来。那我走了。长歌，可否再叫一声阿娘？阿娘，对不起。长歌一定会好好活下去。听错了，难不成这楼里竟然闹耗子？多谢少侠救命之恩，少侠恕我一拜。我不是要救你，我是怕你会连累到我。少侠，你是不是没有地方可去，才会躲在这里啊？我有张宝榻可以睡觉，松软清香，厚实宽敞，还无人打扰。这就是你说的松软清香的宝榻？嗯。哎呀，不信你躺上来试试。当真是又软又厚，还有稻草的香气，很好闻的。不过记得不要打呼，会把人引来的。来来来来，试试试试，试试。少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长安人吗？还是外乡来的？你来长安做什么？少侠，你是不爱聊天吗？你功夫是从哪里学的？你学功夫是为了行侠仗义？还是称霸武林？你如果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。少侠，我就问最后一句，就一句。少侠沦落至此，想必也身无分文。不如，少侠功夫这般好，不如咱们一起去偷东宫娘娘的陪葬品，那里啊，肯定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。你说谁的陪葬品？我也是听说的，好像是东宫的夫人。那个地方在哪儿？快说！荣安寺。少侠，你怎么这么紧张？少侠，你怎么了？听说秦王正在大肆封赏手下，连他军中的马官都得到了赏赐，咱哥俩倒了血霉，被派到这里，天天看着死人。谁叫咱俩瞎了眼，去了齐王麾下，如今能保住脑袋已是不错了。哎，说起来，今日送饭的怎么还没来啊？对呀。两位军爷，品香斋的上品礼盒到了。
那位军爷接一下。品香斋？哎，十点呢？不知道。谁让你送来的？小人只负责当差，客人没有留下名帖。哇，这个就是传说中20两银子的点心啊！啊，两位军爷，这点心不能久放，若不是军爷的，我就送你。哎，且慢，这个可是20两的点心，你看咱们要不然……嗯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咱们可不能再出岔子了。你先试试一个。我真的可以吃啊！哎，那我吃这个。不，你吃这个。哎，等等等，还是那个。决定了。入口即化，冰爽香滑，是品香斋的招牌点心。没错，爷，要不……哎，不不不，够了。美味，果然是高酒啊，一口一两银子。真的是你啊，娘！怎么把你一个人落在这荒郊野外，不得与阿爷合作？阿娘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！阿娘，你叫长歌此生再无恨意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结果？可是阿娘，你与阿爷死于非命，斗宫上下被囚禁，祖父在离宫装聋作哑，文武百官
全部都袖手旁观。如果不是阿娘将长歌送出国外，长歌现在肯定也已经命丧黄泉。你叫长歌如何无恨意？长歌折朱恩时，无论有多凶险，有多困难，长歌定手刃凶手。